啊？去你丫的！烂瓜，有水果你居然不告诉我们？就是。哎，别，你们等等，我视频还没拍完呢，别抢。还有饮料，喝一口。不是，秀儿，别喝，那我中药，很苦的。闭嘴，我喝完自由定夺。什么情况？美味的蛋仔，准备好成为我的晚餐了吗？好家伙，这是僵尸博士？你这变化也太离谱了吧！不仅身体颜色变了，还整出那么大一堆的肌肉哦！嘿，怎么样，浪小子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切，我管你变成什么样子啊，倒是你瞎吗？你看看你给我大门装什么样子了？啊，对不起。哼，哎，不对呀，我凭什么道歉呀？我本来就是来搞破坏的呀。浪小子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保安大队管不住我了。呀哈，变成肌肉猛男蛋了，就是嚣张哈。兄弟们，僵尸博士挑衅咱们保安大队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打他！听见了吗，僵尸博士，这就是我们的态度。不仅如此，那些目前没有在基地的小伙伴们肯定也会隔着屏幕点赞支持我们的。必须的。没关系，那是你们没见识过我的厉害，看我无敌王霸拳加野蛮冲撞。兄弟们，拦住他，冲啊！不行啊，浪哥，他现在太厉害了，根本拦不住呀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一计。快说。36计，走为上策，撤退呀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浪哥，咱们把保安大队的基地都丢了，真是太耻辱了。没关系，诞生哪有一帆风顺啊，相信咱们一定可以重新夺回保安基地的。哦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既然打不过他，那咱们就加入他，不就是肌肉蛋吗？咱们也可以改造嘛。嗯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，看看浪哥这八块腹肌，又问你们帅不帅？浪哥，肌肉是有了，但是你这身高好像没什么变化呀。而且你的头怎么变成表情包了？嗨，这不是为了表达我的愤怒吗？这只是初步改造啊，想要彻底变强大，还得通过一系列的训练才行。哦，秀小队长，你们也赶紧改造吧。好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没想到吧，之前你是怎么对付我们的，现在啊该轮到我们来对付你了。哎，别，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？你觉得呢？救命！哎呦我的妈！